要不是大家提醒我，我都忘记了。虽然张牛马把号还给了我，但只是给了我密码，绑定的手机还是他的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问问汤姆吧。怎么了，豆豆？找我什么事啊？汤姆，我这个账号之前不是被盗了吗？现在我有密码了，可以把绑定的手机改了吗？改手机？张牛马没把手机改成你的？没有，他只给了我密码。哎呀，这可麻烦了，改绑定的手机需要原手机的验证码，你得找他，让他给你验证码才行。啊，完了，他肯定不会给我的，之前他费了那么大的劲骗钱，最后啥也没得到，估计要恨死我了，怎么可能给我验证码？哎，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你是女生啊，稍微用点计谋把验证码骗过来不就行了？用计谋？什么计谋？这还用我教吗？你就夸他帅，说喜欢他，想要跟他在一起，嘴巴甜一点，骗个验证码还不是轻而易举？美人计不会吗？笨蛋！美人计？哎呀，怎么走了？可恶的汤姆，原来是让我假装和张牛马谈恋爱。可这样一来，如果杰瑞知道了，肯定会生气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可千万别告诉杰瑞啊，因为接下来的兜兜不是真实的兜兜。哎，张牛马上线了。快邀请他，我要用汤姆教我的话去说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吧？钱都还给你们了，号也给你了，你还要我怎么办？哎呀，牛马哥哥，你误会了，之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可从来没有记恨过你哦，牛马哥哥，我是真心想和你一起玩的。哎呀，这些话我自己都恶心啊。真的吗？兜兜，你不会有什么事要求我吧？所以才这种态度。我先说好，如果你不是真心的，我现在就退出队伍。啊！别，我是真心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啊？